哎，真好啊！嗯，是你说他们那个是爱情吗？是爱情吗？不是，那个是亲情。没有爱情哪来的亲情呢？那你相信爱情吗？相信啊。爱情是需要钱的。社会压力这么大，那没钱怎么就不能享受爱情了？那没有钱怎么活呀？两个人一起努力奋斗就好了呀。那我给你介绍个穷哥们儿，人品老好。试试吧。你能接受吗？我喜欢，我怎么能接受？拉倒吧。真的。你俩给人玩伤心。那都是别人玩我，我什么时候玩过别人呢？他有不良嗜好，啥不良嗜好啊？抽烟喝酒。那不正常吗？男的不抽烟不喝酒，那咋释放压力啊？我感觉你这个状态有点算发痴了。我刚才看那俩老人，忽然间就有一种想谈恋爱的感觉。你怎么想哭啊？嗯，就相互依偎的那种，这感觉真好。接着，看我，你以为爱情能当饭吃啊？没有钱的爱情是不会幸福的。幸福没有公式，知足便是恩赐。接着，这小区房子8000多块钱一平。咱俩不是一类人，你别跟我说话了。